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骑射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528集。今天的话呢，来给大家分享这个是真，不对，是 SS 系列，这个是86大电影系列里头的 Ratchet 救护车，或叫做飞轮医冠。那是属于现在这个核心级别。但是呢，这个台湾这边的反斗城还是给大家叫做基本组。啊，没关系，各位知道它是小比例的玩具就行了。那么这次的包装盒里头还多附带了一个背景卡，啊，这个就是大电影里头的那个场景啊，这是博派的指挥，这个是剑桥吧？其实还蛮漂亮的啊，那个时候的科幻的动画都是这种基调的。那玩具本身的大小，核心级嘛，对不对？这个相比之前的。这个震波是我应该是今年以来吧，我觉得官方做的最好的玩具之一啊，顺便推一下这一款。那大小尺寸的话呢，各位就一目了然了。然后整体表现的话呢，还是相当可以啊，没有什么过大的空洞，而且可动度呢也在及格甚至更好之上。头雕也很好看，面部的表情是蛮刚毅的，头部的话转动性很好，手臂平举，那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，所以转动也是靠它了啊。然后手臂的360度的转动，手肘90度，拳头不能转。但是核心级的玩具呢，就比较奢求了啊。变形的需要它有一个腰转，但这个转的时候要稍微往前倾一点，错开才能够进行一个转动。然后膝盖啊，本身这里膝盖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，那没有接地啊，但是也不太需要接地了。这个脚底板可以说是没有脚底板才对啊，非常大的一个腿可能是它比较笨重的一个地方，但是本身作为一个非战斗人员，我觉得这样其实也不赖。那这个白的话呢，非常的白，这个是以前可能要美版啊，不对，日版的变形金刚玩具才会有这么白。那这是感觉这种白应该是比较这个会不会黄化啊？这种白我说不上来啊，好像感觉是比较干净的。那不管怎么样的话呢，就是。白色的这个衣冠呢，本来保存上就是比较困难的。那两把枪的话呢，这一侧有个凸，这是方便呢，在车辆形态下呢做一个收纳使用的。然后没有什么好提的啊，人形表现是非常中规中矩的啊，个人比较喜欢。那打开胸口之后呢，把这个头给按下去。那你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凸，在这里。这个凸只是方便说我们在变形的时候把它抠出来啊，它没有其他功能了。这个时候是先把这个胸口盖上去之后，再把这个顶盖给推过来，然后呢，我们旋转一下这个肩膀这个地方，转到这个角度，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手臂的话呢转到内侧去，往内靠啊。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个洞的，它呢就是要接到另外一侧这个地方，一样旋转二头肌，然后我们把这个两只胳膊给合起来。那接下来下半身，你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 bumper 就是往前转了啊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做一个动作，先把腿部这个地方先把它给打开之后的话呢，我们是旋转膝盖的这个球形关节啊，然后呢把这个腿的话呢，这里直接连同裆部直接整个往上面包上来，这里往上包上来到这边。那另外一侧的话呢，我们也先做一样的动作啊。可能会比较方便，来转动这个地方，这个球冠转动过来到上面这里，你可以看到它是可以有一个组合的三个位点，一二还有后面三个。那最后就是这个轮胎这个部分往前面翻过去，其实你也可以先扣前面了啊，我只是说方便给大家了解它的一个变形结构，所以我先扣后面。其实你往前面推是应该要先推这个的啊，你看到吗？这里有一个组合卡扣在这里。那如果说呢，你是先扣它的话呢？是就不需要用到后面这里有一点塑胶韧性。我这里是想说呢，想说让它变形在画面里头比较流畅，所以我先扣了后面啊，这个前后的话呢稍微再捏紧一下。那它的一个玩具的一个缺点的话呢，就是在车型带下这个地方，人物的这个关节这里完全是暴露出来的。那滚动性出乎意料之外的好啊，虽然轮胎很小，但是由于这一款的公差我觉得做得还不赖。那它刚刚所附带的武器，两把，它的武器就是扣在这个地方，而且它这个武器的搭载，我觉得我完全是可以接受的范围了啊。当然，如果你能安插在车底的话，啊，把它完全隐藏起来会更好。
但是它安插在侧面，至少不是单独一把枪在上面啊。啊，如果是以这个以前的玩具，可能就是直接叫你把这个武器插在这个顶上，那就很蠢了。那它这个武器安插在这里的话，就是说，稍微的，等一下，为什么它突然爆开呢？武器插下去你就爆开了，稍微的呢可以干涉一下我们的视线，让我们就注意到枪，那这个缺口可能就会稍微的去就没有那么吸引人的注意啊，掩耳盗铃的这个技术啊。那后面的话没有涂装了啊，那整个玩具的大小尺寸的话呢，因为是核心级嘛，就比 Deluxe 等级要小多得多了。那整体来说的话呢，只能说做的也不差，但是。由于变形金刚的玩具呢，这就是这一两年吧，价格飙涨的速度呢，实在是比较快一点了啊。就相对之下，可能这种玩具，即使做的本来好像还可以，但是这个价格的话呢，把它的这个一些分数都给扣光了啊。那利用这一集给各位做一个分享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